在，是不眠无处，迷离无所在，目屎滴落来，阮爱你哪在天涯，不知敢会了解。钱如明，白主拜见观音大师。这名的妖精，伊生活无尽无去，并不是什么修道人，伊爱饮酒。你将这水滴归滴啊，滴个酒中，予伊饮落去，就当将伊修好。多谢大师。大师，大师，来人啊！来人啊！老爷，老爷，进来，进去叫那两位出来，讲我要请的。是。坐啦。哎，金光贵啊！想袂到你也终于想通了。是啦是啦，诶，师傅啊，我是请教你一下啦。可以可以。诶，师傅啊，你那驾驶吼，啊，看伫块山头安尼，看要规半条山，啊，师傅啊，你唔知要遐坐木材，唔知要创啥物用的吼。哦，钱元贵啊，这个有所不知咯。之前我有一间大壁楼，出去用放火烧去啦。所以讲呢，我爱368斤的木材啊。家对我来讲嘛是无效啊，所以呢，留挂遐茶壶去用，是我较好过啦。是安尼啊，是是。嗯。师傅，饮酒饮酒。好。有酒先饮酒啦。是啊是啊。嗯，好酒啊，好酒。师傅，我好好跟你倒。哎，客气啦，客气，我家己来。几个的，不是较好咧？师傅，太凉太凉。师傅啊，实在有影吼，看袂出师傅这尼啊海凉，而且胃口阁这尼好，真好真了。你捌听人咧讲啊，人若要死，嘛爱做一个把鬼啊。但不幸，我这顿啊食这去互死去，是安怎？啊！师傅啊，你真爱讲笑啊，真有可能啦。师傅啊，你身体看起遐尔勇健，你哪会死啦？啊，是讲师傅啊，我搁请问一下吼，咱讲啥物讲？你那家世唔记得几点时才会当小道转来啊？哎，这啊，你会当找一个法力比我较高强的人，把手欠唔是会使的啊？是吧？哎，我这肚敢那有咧空气哦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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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钱块块，你这酒敢那有敢来？有一挂多数，我敢那离袂掉哦。哎呀，哎别，哎，啊，这酒。哪会安尼？这到底是安怎？观音大师不是讲，只干那要一个修复尔尔，哪会是毒药啦？安尼要安怎？啊？安尼是要安怎？这油冰水，我哪我也唔知要哪这臭话先忍落去。怎么讲起来，爱感谢你替我做这件代志咯。你不是观音大师？你是妖怪，妖怪也好，大师也好，我安尼做，你敢知影会当救树林中偌济生灵？讲起，迄你一用着，哎，对你有好处，并无歹处，你知无？这个这是要创啥？黄昏的时阵，赶紧派人
一个臭和尚给带去，千万爱伊。伊的头向地，脚向天，那呢这个臭和尚永世不能超生。哎呀，紧，这三丈夫啊，一定要打落伊坟前，知无？知。你敢唔照办？我咧想想想哩。是，我照办。成功啊！我请问你一下吼，迄个和尚吼，从家世砍到我迄山林，你是毋是会当替我甲伊收起来啊？这个臭和尚若死，伊的法力自然就消失去。好，本姑娘即摆就替你去收拾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我钱如明这世人，拢毋捌害死人的性命。阿当一声，希望这位仙姑会当将这一切的代志拢解化解掉，阿弥陀佛，真是阿弥陀佛啦！藏在酒里底，你饮落去就会当把你收收起来。我要哪会知影把你害死？是的啦，是的啦。老爷，你平常是当生对人客无一话的，啊，不过你袂害人，啊，只个你来害啊。无啦，我知影讲话想死了，我嘛真后悔，真后悔啊。啊，不过，请你原谅我啦。我唔是叫干的啦，请你叫下我，请你叫下我。我若叫来讲，你还够是我用心吗？是啊，师傅啊，我知影嘛唔对，我该死，我该。无啦，唔是啦，我知影我唔对啦，我做吼无该死啦。请师傅你饶命，你饶下我啦吼。师傅，师傅。好啦，好啦。起来，起来！袂像我无死，免惊咯。你，好死！哎，钱如明，你知影你是安怎敢若生死的查某囝吗？地主唔知咧。恁钱家在富阳算起来也是大好业人，不过你做人刻薄，为富不仁。做人不义，好佳哉！你也娶到这尔好的家后，每天参神拜佛、捐钱建庙，搞到为你生死的查某囝，啊，若无本来，你应该是全无子嗣之命啊！圣真，求你饶恕我暗世，以后我会阁认真拜佛。好咯，好咯，起来，起来。杜先生，其实。参神拜佛，只要是信心就好。啊，若参神拜佛，恐惊所积的阴德也无够哦。为人在世，应该要尽量救一挂善解人，铺桥造路。哎，安尼阴德才会高，福积才会深啊。是是是，多谢师父你的教诲。弟子看这摆面对啊，为明仔开始。地主愿意开放山林，予遐个茶翁吼，拢去凑茶为生。
会当来买米赈灾，通我来救济遐善良人。哎呀，对，哈哈哈！回想听你讲这几句话，心内实在是真欢喜啦，哈哈哈！哎，阿唔过，阵头讲遐个茶，回想摕一煮煮啊就好，其他就便宜咯。无啦，免啦，师傅啊，你做你拢摕去，无要紧啦。阿唔过吼，阮个成哥已经将你遐家世吼，伊走去了。你是讲伊只狐狸对无？伊即马已经伫我回想个家世内底咯。小狐狸，志愿月，你放心，我回想要白白摕你个木材。只要你若心口一改，真心向善，明年的今仔日，保证你生一个白泡泡的后生啊！你卖迄个木材吼，就包在我的心上就对啊啦。啊，干么你真正拢要甲当迄副村长内面去？是，你啊，甲每一棵茶，讲西湖林阮是倒坐要爱就会使的咯。哇好啦，我唔知会使困着你讲代志无？你是要求什么呢？听讲哇好答应钱老爷，每年要给伊一个后生。啊，我嘛干那一个尔咧，所以讲，你敢会这样讲咧？我爱讲啊，是有根据的呢。是什么根据？你甲想看卖，这钱老爷是毋是个查某囝对无？对啊。人咧讲啊，查某囝就是倒脚，伊即摆已经有四只倒脚，总是欠一个倒面啊。俗语人咧讲啊，有囝是有囝命，无囝是天注定。啊，生查某囡仔嘛是囝，生查甫的嘛是囝。拢是爸母的心肝仔呢，有道理吼，真正是话不呢。啊，那替话不做代志，是长岁寿，这嘛是咱的福气啊。对，咱今日同工，对，关庙门啊，迄、那个小书记未阁回来。今仔日啊，是十天的期限到。姐姐，你阁无回来，你就输我啦。对啊，敢是大叔？等伊吼一回来吼，咱就把衣服改正，拢总把收起来，再阁把赶出去。哦，把赶出去啊！我讲你讲，你实在是无巧的啊！今仔期限已经到。伊若是无出现哦，就袂阁转来。敢讲袂阁转来，互我赶一摆哦。哦，我早就转来咯。这天，你倒位啊？这天，你倒位啊？啊？你倒位？这天。我伫遮啦。师弟啊，你当时转来。我早就转来了，伫外口化烟，啊，就用早转来，啊，就伫内底是来歇睏者，睏者。啊，现在恁两个他妈都起起出出，啊，茶馆喝吗？你的好梦哦，啊，就惊讲哦，这好梦若是醒了，我梦就到位啊。我问你咧，遐无菜，你划着啊未？打着花着咯，花着啊，遮尔厉害哦！你讲你花着啊？对啊，那恁木材咧？哎，师兄，啊你看，嘿嘿，你嘛无偌巧哦，你还看迄木材，遮尔大，啊搁遮尔宽啦，啊搁遐尔侪啦，莫讲，回想我甲卷一支，遐侪是要安那卷呢？我唔是叫你来运倒转来。对啊，我用运的啊。安尼像你运，
啊是运到倒位啊？啊，我着叫一挂财富啊，啊，甲迄茶撮撮，啊，全部拢我等咧富春江内底咧。啥？你叫人家等咧富春江诶？嘿啊，伊拢等落啊。起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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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，你这小子连气死！你即马马上甲我离开，连危死！啊？哎，叔，别急，二仔，连小外甥挂出去，是。追！正正，你敢违抗是非？哎，师兄，我意思是要叫你甲主持坐下来，甲我去看木材呀。多谢。啊，你叫阮一行人来后院，我要看木材。你看，这边哪有木材啊？哈？对啊，遐木材。师兄。当初你叫伊画木材的时阵，你是安怎讲的哈？我讲啥？毕竟啊，哦，我跟我讲啥物？啊有，师姐，你有讲，你讲吼，到这师姐然后都画着吼，你要吸三香头的。哎，哇，对，我想起来，我有讲过。那安尼，啊，唔赶紧吸三个香头。啊！你木材都无花着，我是要砍什么头啊？主持，木材早就已经到了，不过就是因为大叔兄唔愿磕头，所以木材才迟迟唔来。哈哈哈！哈哈！你笑死人个！哦，我若是磕头，木材就会出来。哎，你若唔讲哦，我若是磕头哦，天顶都阴影落落来。主持。你的意思是讲，光亮闹磕头，木材伊自然就会出现。哎，主持啊，你莫听迄杜姐乌白讲啊，伊即摆分明就无看到遐木材，哦，要叫咱进人个面头前，甲磕头哦。哼，袂用个，袂用个，讲啥我都袂用个答应。师兄，你若是唔磕头，木材是永远袂来哦。你，光亮，你就赶紧先磕头啊！这事若是木材阁无出现，我自然就会甲处罚。啊？好，非常之好。是啊，失败。哎，袂用的。当初咱讲好的呢，是哭三个响头，即嘛连声音都无听到，无准时就定来。哎，袂用的，我嘛是阁无听到呢。啥？我卡巴大声，阁无听到。你有听到人举手？有，我有听到。小娘，安怎？即嘛连一个都无听到。我看你着较甘愿嘞，哈。那无，就算你去磕一摆响头，也是无效嘞。甲爸个嘞，甲大个嘞啦。啊，来操作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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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讲的哈，到时若无够，莫过来找我哈。